今天台指期货开高走低，我讲坦白的，而且收在最低的低点，应该跌破很多人的眼镜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来，我们先听一一样东西哦、喔，因为我现在这手机哦、喔、在用他们的电，所以说我赶快把这个袋子拨一拨。基本上哦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，来，我们先听完我们再解释哈。来来，二零四点九八，二零四点九八，它并没有办法收回二零五点零六，代表今天 OTC 指数还是跌破多方防守价。 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喜欢听多的，听好的，我慢慢讲哦。那假设我明天早上 OTC 指数跳空开高，就没了，就没了,就了。开高就杀喽，开高就是杀杀喽，开高就是杀喽，开。我昨天有没有很清楚？ 因为哦，其实昨天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拐点。怎么讲呢？我请问各位，昨天我录节目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外资期货的部分空单补了四千口，那现货的一个谁部分，你要等到下午三点钟你才看得到。那只有现货外资也买了四十几亿，只有很多投顾老师、很多投资朋友以为今天这个行情呢就要反弹了。 结果呢？我昨天，哎、欸，我最近一直在变哦。基本上，我一直在跟大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。就像我们先讲比较长远的，这一个月为什么杀到一个人仰马翻？因为呢，我在七月底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大盘的月线它是个标标准的绿灯。那昨天我也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昨天 O T C 指数的收盘，它是跌破了多方防守价，跌破多方的月的防守价，而且收盘的小 A C 来看一件事情哦，昨天多贱，你知道吗？在 P M。 盘的时候，你麻烦你看一下主力心态。PN 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。结果 PN 盘台北股市有没有收在一个谁最高的高点？就今天早上一开盘八点十七分，哎，八月十七号，哎，八点四十八分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，主力心态从红色变成绿色，从红色变成绿色，代表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这是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它收在一个谁最低的低点？原因？那我再一遍哦，我一该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，它是叫。做 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观架，包括多方主题心态，它反而是利用你们所看到的，不管包括什么五日线、十日线，就像我请问各位，现在你要相信月线跟季线出现死亡交叉，还是季线，还是还是半年线跟年线出现黄金交叉？有啊，现在很多投顾老师看多的跟你讲说半年线跟年线出现死亡交叉，哎、欸，出现黄金交叉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是问题呢，主力做手它是利用你们所熟悉的均线、成交量、K D，来自于波浪理论来做散户欺骗，这是。 为什么我一再麻烦大家？无论如何，你真的要下载我们的“一水主力心态”。为什么也水主线，我再举例好了。基本上呢，你说老师我没有做期货，对你没有做期货。可是如果你进到今天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我请问各位哦，今天不管包括航运类股，不管包括有很多的液水电子股，我举例好了。昨天四七二一的美骑马亮单涨停板，每一个投顾老师就开始跟你介绍美骑马基本面。因为美骑马今天早上往。 上做一个谁急啦，想不想追？每一个人都给你好像做一个刺青一样，刺在你的手上，刺在你的脸上，就是要买美骑马，不然你根本没有做股票。那我请问各位，这是美骑马今天本身自己的问题吗？不是吧？美骑马为什么开高然后走低？因为很简单，大盘的业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每天苦口婆心一再教育各位，我说你大盘你要摆中间，个股你要摆旁边，永远大。 盘最大，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那快速的，快速的来继来快继续哦，继续哦。礼拜四的时候，礼拜四的时候跟大家预告周线，关键讲只有礼拜五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你们看到大盘主力心态就是哎，八月十号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,准的空，结果有没有一口气杀到，一个谁脱裤子？礼拜五跟大家预告收盘小关键，收盘小 A C，然后跟大家预告周线它是一个标准的红灯。那你既然这么喜欢看外资的业谁动态，昨天早上也就是八月十六，昨天。 今天早上在八点，哎，在九点零六分，八点五十八分钟，我有个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多？只有当你看到外资回补了四千口，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有我斩钉截铁跟你预告，收盘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？我说绝对不能开高，因为开高就没有了，开高就杀。那问题为什么我会这么要斩钉截铁呢？因为你们绝对不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。 看我的节目，我们教过各位，我说只要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C，隔天它的走势就是最好的状况哦，最好状况，开高上下震荡直接杀。 开高走高之后杀更凶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之前就请大家要做的背图。所以说你不要告诉我没有行情，没有行情，你要想尽办法去强化你的业所专业知识。好，这些关键价，这些 AC 到底该怎么样计算的？其实我们的课程都有教，全方位的三六零，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，更重要要教大家非常多宝贵的钓鱼技巧。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那配合主力心态空，有没有一路往下杀？而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，如果你 你不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四十八分主力心态是空。我请问各位，今天早上这个行情多贱，你知道吗？开高还先往上走高，开高还先往上走高，杀下来之后会弹起来，杀下来之后弹起来，看起来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 W T。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主力做手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，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，而且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。 YouTube 的行销费用再来一遍。如果你知道今天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你会跑去追股票吗？不管包括电子，不管包括今天所公布出来每天赚三亿的二零零二的中钢，一样收在二十最低的低点。如果你知道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的空，那我请问大家啊，大盘主力心态有没有很重要？ 有没有非常非常重要？甚至於呢，今天早上几点几分看清楚哦。今天早上十一点零九分，我在盘中的连线节目当中，我还是预告主力心太空，外资又反手站在一个所谓卖方。这时候呢，你以说谢老师啊？不对哦，今天外资期货的部分补又补了四百多口。三点钟会有现货的数字啊，我们就来看现货会不会卖超两百亿哈，我们就来看现货会不会卖超两百亿。好，甚至于呢？ 其实我今天救了很多人的命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有很多带枪投靠的，因为这一个礼拜我在航运内股的操作，今礼拜二嘛，我都观望哦，我连续两天我都没出手，结果呢，有投资朋友问我说：“小事。」 昨天呢，外资买超第二名叫做二六零三的长荣、哦，谢老师，谢老师两件事哦，外资买超第二名叫做二六零三长荣买了一点八万张，谢老师二六零三的长荣，它的融资大幅度的减肥，那我今天能不能买长荣？结果你知道吗？我就照给沈先生、李小姐同样一张图卡，我说大盘的一水主力心态，如果是空的情况之下，你需要急于今天吗？ 你接在股票市场上面的操作，不要像一般投顾老师啊，一直想要当英雄。就像这一波有多少投顾老师航运类股从两百块钱一路摸下来，就像这一波有多少投顾老师三五四五的蹲态，到今天还在做加码买进动作。我该都有强调，如果说你的子弹你是跟郭董事长台明先生一模一样无限的话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这样子玩，你可以这样子搞。可是你今天来市场上，你认为郭台铭董事长他会看台北股市吗？ 他在做菜，他在做股票交易吗？他根本完全都不需要。那你也想说说像不像人们像郭董事长一样有钱，然后要娶个美娇娘？那你要有本事啊！我不是告诉你，千万不要盯盘，不要盯盘这几个字，我跟大家讲了多久了？你没有主力心态，你再怎么盯盘，都是挂。我举例好了，我再举例哦。今天四九一九新塘盘中有没有急拉？ 我今天新塘，我当冲，我当冲哦，我当冲，我赚了零点五毛，我赚了零点五毛。我我今天二六一二的中行，我今天当冲，我赚了一块钱。我是做多，我做多，我做多，我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得会证明给大家看，我得会拿这给大家看，好看清楚哦。那么如果说，所以说呢，趁有没有证明的主力心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基本上哈，想办法第一时间。 去下载我们的一个所谓软体的，因为你迟早都要拥有主力心态。其实主力心态哈，让我一直感觉到他就你的角度而言，你可能认为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技术非常高干枪法非常好的阿兵哥。 那主力心态，它就好像一座墙，好，它就好像一座墙，它只是一个墙。它告诉你今天呢，主力心态空，告诉你今天呢，敌人有五百多个人，你只有一个人。我请问各位，人家敌人有五百多个人，你只有一个人，你再怎么笨，你也躲在墙后面嘛？你躲在墙后面啊？你认为你五百多个人，你有办法跟？哎，你认为你一个人有办法跟五百多人打吗？那就。 大部分的时间，这一面墙，它对你而言，它没有任何的感觉，所以，你要尿尿的时候，你还是对墙在尿尿，没错吧？吐口水干嘛的？练拳也对墙在练拳，它不重要嘛，它不重要嘛。可是自从我上节目之后，我们一在跟我强调，我说大盘你要摆中间，个股要摆旁边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月大盘月线它是绿灯。 你会这么样的无脑，在电子股里面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每一档强势的电子股，什么叫敦泰，像联羊像二三六三的系统，好，每一档股票追追完做都过。所以说了，所以说了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，哈，真的真的，赶快去下载软体来。 这不用讲的啦，今天收盘又收破多方防守价，这真的是很弱势。而且收盘小于 A C，收盘小于 A C，收盘小于 A C，又、哦、好，来继续哦，跳主题，诶讲完了诶，大盘解完了，一样嘛，明天开高，但不能开高，开高就杀了，跟今天一模一样呢。老师、啊，明天跳水，跳水只能回过头来看主力心态，还有传真稿里面所提供的多方防抖价。我这样讲很慢吧？ 因为主力心态，我只能看到今天，我没有办法去预测明天的主力心态。只是昨天，我是跟你预测，如果他昨天收完小怪兽想，A 如果跳开高，主力心态空的几率很大，就今天真的空嘛、啊，而这样空一下就两百五十点。好，继续哦。那么，呃，航运股来跳快点哦。这一个月的航运股哈、哦，我讲讲白的，我讲讲白，以正常的角度哦，它是不能操作的。为什么？ 你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，当时哦，去年十二月十六，十月十六号，当时的阳明在十六块钱，当时的长荣在三十一块钱，好、哦，三十一块钱，然后当时的万海在九四点八，九四点八还在买万海，一百六十块还在买万海，然后七三点三，一百二十八的二六二三二的台华，好、哦，都还在做买进动作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凑出五百六十二支的涨停板。那问题为什么当时你只要做航运类股，每天真的？ 拍拍手，放烟火，然后从十六块钱一口气赚到两百四十三块钱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月线红灯。 可是来到上一个月的月底的时候，我也就跟大家预告，我说航运类股、OTC 指数、电子指数，它的月线全部都是一个标准的绿灯。那可是问题呢，我们还是要做价差嘛？因为今天你只要有专业的越术知识、专业知识，不管空头格局你做多，多头格局你放空，你一样能赚到那一定的价差。只是大部分的股市小白。 讲大家股市小白也不会，大部分的投顾老师，他们就做一招，看到行业内股急涨四价，所看到行业内股急杀四价停水你当输光光了。可是吼，我是觉得啦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练个十八般武艺。你今天在那一道主力心态强的背后，你要想尽办法去强化你的专业知识，强化你的射击技巧，对不对？人家有五百个人。 安里、啊、只有两百五十颗子弹，难道你不懂得中文有句要让一箭双雕吗？一次可以杀死两个敌人，你要练这种方式嘛？所以，当他进入巷战的时候，七月一号的时候，我在节目当中，我有很我我有跟你讲哦，月天号进入巷战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讲好，然后然后到时候开始高出低进，高出低进来，七月跳快然后过去式，高出低进，然后呢，买完之后周线绿灯，所以说你可以慢慢感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哦。我七月份的时候，我的诶、欸，我的。 航运内股月线还是红灯，结果七七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，不管包括长荣、阳明、外海、台湾四档股票，全部创下历史新高。月线红灯，我创历史新高；月线红灯，我创历史新高。可是到创历史新高之后，它怎么样？我在七月做，哎、欸，七月第一个礼拜，我知道它会从红灯变绿灯吗？不知道嘛？因为我满手的航运类股，我当希望它一口气涨到一千，涨到两千，涨到五千。 涨到一亿，好，我的会员我就说不完了，我光会员续约就说不完了。可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手拱狼血，我叫干单。如果我狼血，我家干单。你有看到吧？那个号称少年海神、少年海神的两位同学，我讲同学是因为他们年纪很轻，他们光在二六零三长隆那一段，他输了六十亿，输了六十亿，六十亿是包含利息钱。 那么他怎么输的？我们在上一集，哎、欸，上一个礼拜，我们在艾尼斯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跟大家分析过了。每一个人都想马要致富嘛。你难道我请问各位少年海神，难道他没有先从航运内股赚到甜头，赚到好几百万，赚到好几千万吗？然后嘞？ 然后嘞，每天看特定投顾老师的节目，然后每天特定投顾老师的节目，五个月前不讲基本面，两百多块钱的时候开始介绍航运类股，然后说他是航海王，说他是航海的始祖，开始吹面介绍基本面。结果嘞，少年海神跳下去，跳下去不用一个礼拜时间，拍谁哦？你电饼。 你们正常而言，你们是融资，你们跟券商借钱。那有一些人他就跟金主借钱。老师，那为什么不跟券商借钱？因为很简单，券商不可能借你这么多钱，要拼就拼大一点嘛。一次借了六十亿，一次借了六十亿，不到一个哎、欸，不到两个礼拜时间，全部输光光，全部被断头。 哦，一口气，一口气，两个礼拜输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两个礼拜输了十二亿，再加上利息前九亿，总共输了二十一亿。再来海神呢、啊？再来海神呢？啊，可怜了，可怜了，连价差都不会做，来继续杀。来，好不一百九到两百零二，然后卖，先赚五十一块哦。姚明赚五十一块哦，姚明赚五十一块哦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一大堆人开始买。 买完之后，买完之后，我是等他收盘，小关要收盘，說完大 A A C 来，然后急刹，来看清楚，七二十号，七二十号，我找到证据了哈，这是你们 r a 管。我跟你讲坦白哈，这种这种老师哈，我是建议啦，你真的有空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。 不管包括十六块钱的长荣，不管包括呃十六块钱阳明，三十一块钱的长荣，然后呢九四点八的万海，七三点三的七三点三的二六三六台华，一百二十八的呃二六三六台华，我都有在开了滚，叫你们赶快买。还没完，七月二十号那过去是什么？来七月二十号，七月二十号看清楚哦，当天阅读的人有四千四百人。 所以是什么意思？实际上是四点四 K 代表所有的人都读到了这一篇文章。我说我买这二六零三长龙，我利用急刹，我买一百四十一，而且我还告诉你为什么二六零三长龙那一百四十一在哪里来？在哪里？在哪？里？在我的盘前稿里面，我就说呢会往下急刹，来到一百四十一我要买。那为什么要买？因为那因为在前一天它的收盘是小于关价，收盘大于 A C，我看到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大于 A C 啊，结果买完之后买完之后、欸、隔天。 一百五十三出掉，可是跌停板的那一天没有人敢买，结果有很多投顾老师追在一百五十三。你在一百五十三在追的时候，我在卖，我赚了八点五趴哈，赚了八点五趴。然后之后呢，主力心态空，然后他又跌停板，主力现在空，他就很容易跌停板了。然后呢，开始、欸、那个谁二六零九杨明去关紧闭，然后继续做长融，做长融二六零三长融，然后这样赚十四块钱，然后主力心态空，他又往下杀，杀下去又赚了八块钱。所以说七月份我们在长融赚了五三块钱，在阳明赚了五十一块钱。 当天我还讲了一句非常真恳的话，我说八月份，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在电子股里面无脑操作。不相信哦、喔，来，三五四五吨泰，我应该讲了两个礼拜时间吧。我请问大家，敦泰、天域、联永、戏创。 四只股票，驱动 IC，老师，驱动 IC 做什么的？你自己慢慢查。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哦，这四家公司他们的基本面有没有超好的？我讲坦白，基本面超级无敌好的。当然不能跟长荣、阳明比啦。若比 EPS，我讲坦白，比 EPS 的话，台北股市没有几家电子股 EPS 能超过长荣、阳明、万海。 我这样讲没错吧？那去掉一些蹲泰，基本上很好。我们讲了 N 天了，讲了两个两两礼拜时间哦。我说你自己要小心，结果你不鸟我的，来，你把我的软体打开，在两百七十四块钱，来蹲泰哦。我们讲了很多天哦，两百七块钱，它的主力心态是空，从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四跌到两百零五，你的长农杨明赔了一百多块钱。 你连蹲泰也赔了一百多块钱，那搞屁呀、啊！那搞屁呀、啊！有没有跟你讲无脑操作？无脑操作啊！如果你听我的话，你把资金放在长隆、央民，你没有跟着我去行，你至少会赔这七十块钱吗？你至少会赔这七十块钱吗？你至少会赔这七十块钱吗？那么再一次证明，主力心态超级无敌重要的。 所以说呢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投资老师告诉你，啊、哦、他帮你做持股的见证，拍谁了？我不需要帮你做持股的见证，你手中有电子股的好朋友，麻烦自己去下载我们软体自己看。哦，我们的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，39 39 8, 你不知道该怎么下载了。更重要的，我希望呢。 你要懂得如何去计算主力的个随心态，主力的个随方向。好，来继续哦。那进入了二十，八月份，八月份一样吧。我们盘前稿都会写嘛。啊，剩十分钟时间，我真的要跳很快，要跳很快喽。来，一百二十八，一百二十三点五，来，结果我都没买，我没买。一百二十八，一百二十三点，我没买，因为当天大盘主力现空，我很诚实啦！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有照我的二十传真稿去买的，传真稿去买的，你一天可以赚二十块钱。 一天可能二十块钱，可是我没有，我是等到心态有空赚多，心态有空呢，然后去买，我赚了九块钱，然后呢这边又赚了六块钱，然后这边又赚了三块钱，然后呢开始一再跟大家强调理念，我说呢，如果你想跟着我一模一样，甚至有很多投部老师说他现在也开始做行业内股了，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嘛，因为他们收不到会员，会员在电子股全部死光光了，会员全部被放生了，所以说呢，他的老板告诉他说，啊你就做行业内股，跟谢文拼一下。 你们凭什么跟我拼呢、啊？你们有大盘主力心态吗？你们有大盘的主力心态吗？你知道昨天的关键价是收盘大、关键收盘 a H 再再一遍哦。昨天如果收盘小关键收盘小 a ac 今天不论主力心态，我会绝对不能急。昨天我们跟大家预告，今天长隆、阳明为什么开高走低？ 我这天跟他预告收，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 C 只要是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 C 你隔天不管看到报纸利多为何，你绝对不能急。这要教大家多少次了？来，这是再快一点了，一三八。你看我利用急杀买进一三八到一十八，我赚了十块钱。呃，我一十八为什么出？因为大碗主力现在空嘛，啊，大碗主力在空嘛，而且而且而且运输类指数刚好找到空方的防守价，然后呢再赚一趟，又赚了五块五。 那、啊、结果呢？你告诉我什么？长放的人跑一趟赚一趟。你告诉我需求旺，供给紧。你告诉我运费它在上涨。我请问大家，八月十号的那一天，八月十号什么时候？八月十号好像上个礼拜二，上礼拜上礼拜二上个礼拜,二個拜二开盘的时候，我为什么在八点五十七分我要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八月十号上礼拜二八点二九分。 盘前稿里面就画得很清楚了，开高就是杀，开高走高杀更凶。今天台子期货是不是走这个图？是走这个图。昨天收盘小关下收盘小于 AC，开高走高杀更凶，开高直接杀还会拉。 开高走高杀跟凶，这是为什么？上个礼拜八点五七分，我们还在卖，最主要的夜水原因，懂我意思吧？然后礼拜跟大家预告说，要小关系小,小一些，然后礼拜跟大家开始圈圈哦。礼拜四二六零九的姚明要解禁，要要解禁嘞，那时候跟大家画圈圈，然后跟大家预告一百二十三块钱就是姚明的买点，日期八月十号晚上八点三十分。 你有,有看到八月十号晚上八点三十分，只要预告完之后来长荣赚三块二六零九的阳明，在八月十一号早上的时候有没有预告一百二三块要买？老师，你确定有办法成交？当然有办法成交啊！当天的二六零九的阳明，在八月十一号还打到跌停板，尾盘才打开的，有吧？ 我买完之后还跌停呢，我买完之后还跌停呢，结果呢，待八月十一号礼拜三的那一天，我们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二六零九的姚明收盘大于 A C，礼拜四姚明要解禁。结果呢，礼拜四姚明往上急拉，为什么要出？因为在八月十一号礼拜三的时候，因为我一直很自豪，我的软体除了给你主力心态之外，我的软体也可以跟你预测明天的多空防守价，我的课程也是教你如何去计算的。 因为你不知道多空的夜水防守价，礼拜三你不敢买二六零二六零九的阳明，礼拜四看到阳明往上急涨一追，马上买在天花板。这是为什么？礼拜三，礼拜三我们一百二三买进的部位，礼拜四，礼拜四一呃二三部位一百三十点五卖掉，又赚了七块五。 又赚了七块五，又赚了七块五，又赚七块五，然后这个往下急杀，又从一百二十六赚到一百四，我们又赚了十四块钱。然后跟大家预告收盘大，关键收盘大于 A C，就预告完之后，上个礼拜四你有没有看到阳明的 EPS 大幅度的成长？它是货运三雄当中最高，结果呢，我们再往上冲，往上冲。 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主力心态，它是由多转空，所以说做短两趟，我又赚了将近有十块钱。好，继续哦，来到上礼拜五了，就要开始卖喽。上礼拜五，我也去跟大家预告，我说阳明二六零九，阳明没错吧？收盘小怪兽想 A C，周线它是红灯，周线红灯，可是收盘小怪兽想 A C，好精彩来喽，礼拜一。 外资认错还买货柜族群，这礼拜一的新闻。而且外资不认错，有有真的认错。礼拜一盘中连线十点三七分，我们预告长荣主力心态的图。哎，盘中连线节目哦。啊,啊，结果这是为什么？外资买的一点八万张，看到没？主力心态多是没什么涨，主力心态空有没有杀？而且主力心态由空转多，昨天有没有拉起来再杀？ 拉起来再刷，好，更精彩来了。来，啊昨,哦、昨天呢这昨天预告，哦，昨天呢，我说呢，收盘二五六点四五，大于二五五点九五，但是收盘小于二五九点三四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来再看一遍哦。这是今天呢，你所看到二六零九，姚明，呃，因为姚明今天下午四点钟有线上法说会，线上法说会。好，李老师，我看到都是利多。你看姚明的获利能力和姚明的 EPS 全部都大幅度的 Yes 成长。 好，那我看到什么呢？来再，再一遍哦，再一遍哦。昨天我跟大家预告，我说昨天艺术类指数收窄小于二五九二五九点三四。老师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我请我有，我请大家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航运类股的一个所谓传真稿。如果说你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索取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、欸。今天早上哇，礼拜一外资调高航运类股的平等。 今天早上又看到券商所出示的研究报告，有没有想要追？有没有想要追？来，直接看传真稿、哦。这昨天下午七点四十九分，好，昨天日期八月十六号，所有的会员，我给你保证。你说老师，我昨天晚上八点钟没收到，那我先问你，你有没有在今天早上开盘前收到？台子期货看一下一定有的，好，一定有。来，这里面我怎么写的？ 我说啊，我说啊，利多开高，因为昨天收小关要收小 A C，收盘小关说小 A 来直接看这个比较好了。来来，我把它放大啊，说输着给你看也无所谓的，也给你看也无所谓的。来再大一点哦，这个这区域块很重要。来，利多开高，有看到？因为收盘小关要收小 A C，开高杀，有没有很简单？有没有很简单？那你的老师？ 还在无脑操作，每天加码加码加码，然后每天在里面算成本，说哦，只要涨到一百六十块，我的会员全部解套。你把会员当人，还是当神经病，还是当法人？是要分清楚哦。你遇到这种无脑操作的投顾老师，我只能奉劝各位，你一定要带枪投靠。你不懂得 A C，哎、欸，再变哦，收盘小怪在收小 A C，再变变哦。 我说操作航运类股的准则，第一个你要看到大盘主义心态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大盘主义心态，第二个你要从昨天的收盘价稍微来判断一下今天。昨天我的收盘价是小关价，收小 A C，你们看过刚上面给大家看的嘛？收盘小关收小 A C，不论如何，绝对不能看利多买。反之开低，又回头看大盘心态。 外资今天买长农一点八万张，会不会明天反手卖？这句话又被我讲对了。昨天外资不是买长农买一点八万张吗？今天他要把长农全部倒出来了。老师，外资总是做这么短。我告诉你啊，外资他懂得审时度势，他懂得知所变化，什么时候做长，什么时候做短。好、啊，来再给你看更短的，来，看看过去。这个这个我取消。 没有取消也赚钱，因为今天收盘要收六十一点七，来十点十点十点钟十点钟，二六二中行，这是我第一次的，因为我不应我不正常不能做这一档了不是他基本没有，他第二季赚四块，不是不能做这一档了因为我们就做这三只，哎，做两只啊，长荣跟阳明啊，其他正常不能做啊，可是做就做了，做就做来了，二六二中行，六十二点四，六十一点一分批买进，当中。当中哦，那你把现在把中行江部调出来看，而且我们刚好卖六十三点二，六十三点二，我们赚八毛钱。 我赚八毛钱哦，赚八毛钱也不错，也不错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不管包括六四点啊，六二点四，六十一点一，六三点二怎么算？这你都需要会的啦。来，顺便赶快行业课管他们解解决。来，今天有传疆图给大家看哦、喔，在里面太乐管道 P R O 一零一八，个人四十六点三一。哦，这个我看到这个，我想很想骂脏话，看到这个我很想骂脏话。来，直接解哦、喔。 今天收完小关，收完小 A C 一样收完小关，收完小 A C 那是运输类指数。明天的多方我向。老师，你讲速度很快，可是我听得懂。你告诉我运输类指数，明天压力二五六点二，支撑二十四点七五，我我了解。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讲长荣跟阳明，基本上长荣跟阳明我们还要细算。不过细算之后的结果，我会放在我们传真稿的操盘手札里面。 那你想知道的叶水好朋友，你也也想说，你也知道说月线绿灯，我们就是持股集中化，你也认同我的叶水操作理念哦。你不论不管呢，你是要索取传真稿的，或是你想了解我们全方位三六零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一个水行销费用，真的只要三六零，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，赶快打电话进来哦。最后一句话，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真的，我们明天再见。